好，今天开台了，我也开台了，开，你去设定，这样会有人。宋之神是2009年的游戏，嗯，2009，哇，怎么二零？11年啊，好久、哦，什么东西？放式神啊。嗯，活得好好的，对，嗯，还活得活蹦乱跳的，活蹦乱跳。我正好要开台，这个可以不开啊，没关系啦。对啊，你可以不开，真的啦，你也可以，没有勉强啊，来就不，不勉强不勉强。你这句话让我感觉，你的意思是北七吗？还会忘记开台？这种感觉不会啊，你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啦。对啊，你没有办法阻止我这么想，你可以反驳一下说，哎、欸，其实我没有这样想的啦。这是你的想法啦，我不会阻止啦。我们尊重你的想法，讲究啦，思想。好气哦，好想喝可乐。你怎么觉得是你的事情？你又要喝可乐，一下吃海苔，一下吃巧克力，啊，一下又要喝可乐，越喝越气。哇，好多啊，好想喝，好想喝雪碧。你怎么又变雪碧啊？你好多东西哦，你。对啊，你好多东西哦。我的有的喝就好了。你好多毛哦。哪有？哎、欸，我头、欸、不对，我头毛很少哎、欸，好难过，好想要很多毛哦。啊？头毛以前不是很长吗？你头毛不是很长啊？你现在不是也很长吗？没有吧？哎、欸，我头发超少哎、欸。哈？有吗？超少，看你还蛮多的啊。那你少。我头发是那个找到我妈妈说我头发很长的时候一撮抓起来哦，还很少，就是人家很长一撮抓起来不是会蛮大把的吗？嗯，可是我抓起来是很小一把，因为我头发很少，只是长而已，没有用。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，你那个是头发，就是因为头发很细吧？都是很细又很少，还好。你确定不是头发断裂吗？头发断裂太惊了。对啊。至少不是一直说掉发吗？嗯，一直掉发要看医生吧。压力大，是啊，每天都一定会掉啊。对啊，每天一定会掉啊，或多或少而已。你家地板上都有头发。头发怪兽，这是头发怪兽。你让我想到那个，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隔壁桌上课的时候，隔壁桌有一对情侣嘛。哦。然后那对情侣说，就是他们在聊天，我在旁边刚好听到，跟那个男生说，你知道第一次某某某来我家的时候我吓到吗？旁边人就说为什么呀？他说他来我家睡一天以后，枕头地板都是头发，害我以为他得什么病了，吓死我了。不会，很正常。正常现象，正常现象。女生房间的地板就是会超多头发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其实也不一定是女生才有这个困扰，男生如果你脚毛太多也会有这个困扰、啊。不是，可是因为女生基本上头发会比较长一点，比较容易发现。哦，对啦， 女生是更容易被发现。对、啊，而且听说太长绑头发的话，头发会掉更多、哦。对啊，因为你一直拉扯，害我都不敢绑头发了。哦，我明天绑头发嘞，完了，那你小心哦，你要秃头喽。那跟秃头无关好吗？笑很讨厌。你毛男还活着，你不会秃头啦。嗯，他开不了直播，为什么？哇哇！你串流码重复制看看吧。他跟我说，连线品质极佳，已经有绿灯有预览，可是上面右上角那个说那个开始直播是灰色的。好，被公开。他们有一次开、啊，他们有看到、啊，然后过很久他才突然跳开始。只是他的处理时间很久，对他处理时间超久，嗯、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一定是因为又要做新的直接串流直播系统，真的都乱来，他现在就一直改啊，我就不知道到底继续进行。那、嗯、么前面就在那边，我们那个什么直接串流的用好好的，又给我们改掉不能用，然后现在又要用，真是的，悲哀悲哀。已经有画面，已经有画面了，哪一件画面了？有串出去就好了，对，有串出去就好了。什么？已经有画面喽！脑袋在发光，脑袋在发光，我就好。谁？你看，随便看他有没有。你看那边，你的眼睛在发光，你的眼睛。我是看上面那个雕像。你起来 ，boss。有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用另一面看到的。上面啊，上面。身上啊。哇哇，真讨厌！
这哪是红的，是白眼，好不好？白眼团团，真白眼，白眼呐，真红眼。小英团团白眼你哦，哇，我要白眼你哦，不行啊，青光眼。好了好了，集合了，开升旗典礼开始了。坐。啊，怎么还少？哦，没事。唱校歌。唱校歌。唱啊！我来等着你被处刑。我等着你被处刑。不是第二个发音。不要。不行吧？这个我会被抓走吧？这个我会被抓走。我会被抓走。被抓走，那看那个观众，那个会作曲作词的，帮我们做一个啊。我觉得刚杰克是想唱什么国什么兵、欸，我也知道啦，我也觉得喜欢唱。什么国什么兵，大家都会啊，要一起唱。来，前面给大家处刑一下，去前面，去，哎，杰克去前面，去，换你，来。来，大声唱！好，西瓜果，西瓜蓝眼睛。哎，这个同学他课应该成绩很好。哎呦，很怪。哎，你唱出精英怪了。对啊，你很强哎。哎，在家里耶。在家里。不要了。先打。直接杰克去另一个房间了。哎呦！不要砍我！砍我啦！我砍到队友！哎，他进来，我进来，穿衣服啊！我进，你老婆开了，你会被砍死，被我拉走了，你被送离开了。哎，他进，你会被砍死，你的衣服哦。我知道，好死哎，死掉的。我好像你们都没有捡到头颅啊！我拿到，我在。谁的头颅？杰克的头颅。耶！居然是杰克的。嘿。真的？那现在几个人啊？8个人啊？八个，都在吧？全体。哎，有苍蝇，打一下。苍蝇啊！对了，苍蝇要打苍蝇。来分哦，第一个。啊，排队是不是啊？排队，那谁拿走了？哦，我拿5颗。第二个，来第三个啊！哎，酱油是吸的吗？哦，吸的好。刚谁 K 我？太不人道了！我 K 的，我在前面，你跑来跟我抢。我哪有？我根本就没听到。第七个。第八个。然后杰克的头。不是好杰克的石头，耶耶，重置时还行，还不错，直转，爆卷我就 A 起来了，哎呦，位置在哪？哦，这里，我没有回来了。啊，要回去了，好，你回去坐了，回去坐了。我想说唱到一半嘛，还想唱。他说不定再唱多唱几次，我们就整个村庄都是精英怪了。有点恐怖哦，有点恐怖，有点可怕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呢，那个副本系统也还没弄好，还是找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上一个伺服器我有办法弄出来，这边同样东西弄过来带不过来，很奇怪。所以呢，今天改活动，我们改寻宝游戏。哇哦！等一下，上面会有一个箱子，里面会有一些钻石，那每个人会拿32颗钻石。不是你自己的啊。这个是要你藏的，要你去藏。就等一下我们会轮流在上面去，每一个人下来去藏一个箱子。啊，这个箱子呢，就只能藏在我们这个城墙内里面那样子。哦，好。而这个箱子呢，一定要晒到太阳，也就是说不能把它藏在土里面啊，藏在哪里？埋起来。对。然后藏在就是晒到太阳的地方。然后每个人轮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再一起下来找。那每个人只能开一个箱子。哦，这可以放假箱子咯。可以，你可以放假箱子，但是就是每个人你开完一个箱子之后，你就不能再去开其他箱子，那你也不能告诉别人说你自己藏的在哪里。当然你也不能自己拿自己藏的箱子。好，那你藏可以吗？那晒得到太阳，晒得到太阳啊，算可以。好，反正在城墙内。好。那等一下活动是这个，那现在没什么事情要报告就下课。好，可以现在观察一下奖励，要穿上好嘞。对，上线奖励，上线奖励，
扣的奖励是要怎么扣啊？自己创造拿掉一两颗这样子，还是你要放到上面的乐透箱里面？哎，我丢到水里了。放乐透箱吗？不要啦，惩罚的放乐透箱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哦、不要啦，那个这是另外的，烧掉啊，烧掉，烧掉。买乐透、哦，上次我十几次啊，我下注了吧？好像是一次吧？你是摔虚空那一次而已吧？对，他九号忘记了，一还二，看来还三，看来墓园要早点盖了。哎，有几个箱子吗？哈，有限制一个人放几个箱子吗？包括假箱子？就是你只能放一个箱子，里面放32颗钻石，另外你要放几个假箱子，没问题，都可以。可是这样会不会一个人放十几个假箱子，然后只有一个真的，然后每个人都放十几个假箱子，然后就八十几个假箱子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，甚至是这样啦，上限最多人数，上限就是你放一个真正箱子跟三个假箱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开到假箱子也算是失败吗？啊，开到假箱子一次啊，一直开一次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是一直开一直开，可以去一直找，开到真箱子为止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最少可以拿到一个箱子是有的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找不到，一直找不到，一直开不到，那就是你这一整集都在找也有可能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只能开一个箱子吗？对啊，你开就只能开到一次32颗的，你拿到就不用再找了。哦，懂了懂了，懂你的。啊，如果你一直找不到，一直找不到，那就是。哎，其他人也不能提示，就是他只能一直找，一直找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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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我先放八个箱子，那大家先上来集合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工具是有盾牌的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好哎，我想说，我好想拼个。你想要个盾牌是吗？我想拼副手盾。哦，哎呦，你可以跟主办方提出申请。对对对，可以提出申请吗？盾牌吗？对啊，盾牌，最优良的副手。我考虑看看，我考虑看看。好好好，好。好，那耐久有了吗？还是还没？耐久哦，还没，耐久还没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照 tab 顺序喽，都上来了。好，先雨衣先下去藏，先拿了。出八月，好，不能暗扛，那32颗要放下去哦，不能暗扛哦。好，等一下打开箱子，啊，怎么只有三颗？没有，是只有两颗才对，30颗暗扛。我不是刚刚说蚂蚁搬走了，而且要说奇怪，我放32颗啊，怎么会剩两颗？好奇怪哦，好奇怪哦，其他30颗去哪了？对啊，是不是有人丢哪？还有，我彩票已经买好了，哇哦！买啦，买啦！小伙伴在最后的时候再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最后的时候再犹豫一下？这是最后买啊！哦，对，哦，哦，那个里面的票是我上次断线这个时候还留在身上啊，你还留在身上，那你要回收？上次就掉吧，你就回收吧。过期彩券，对，过期的没有用，没用。哎呀，万一小心放出来啊！应该是会、哎，那你就放在那了啦，没关系啦。这挡到人家门口好吗？好，这边是挡门口的部分，因为得右键会开门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某人的门口、哦、一定要晒到太阳哦。嗯，有晒到太阳。哎、欸，你要标记一下哪一个箱子是谁的吗？之类的。倒个头不用，应该还好吧？反正就看到自己的就好了吧？对对对，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就可以了。OK， 我刚刚说，如果真的很可怜，到最后找有一个人，就他其他都被找光，剩下自己的，剩下自己的状况啊。对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已经找到云月的了，然后找到谁的了，这样可以自己找到自己吗？如果真的剩下只剩你自己的没人找到的话，那就是。你衰，你也不能拿，然后那个就要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，这就变成说你不能藏太难，嗯，对，你不能像你之前的恶作剧，哎，嗯，就是可能抽到互相的或抽到自己的，啊，天宝，所以不能藏太难哦，没人找到的话，如果你还找不到别人，而且没人找到你的话，那你真的就是没了，哎呦。我快好了，你放完了，我快了，好快哦！哦，
哎、欸，我的十八号被埋走，可恶！你十八号，十五号是幸运数字。哦，十八在我这啦，影月，还是你拿一个，我跟你换啊。我可以下、啊。我是没差，我是随便买的。你要这个号码吗？你要花双倍价格给我买？太可以了吧，也可以啊。我没带头颅，我先放马铃薯哈。哦，好。马铃薯。Potato。偷翻人家箱子。想要八号吗？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下一位，好。哎，我箱子没有咋扣。哎，所以买完的券直接放箱子里面吗？啊，自己拿着吧。要自己拿着，要自己拿着吗？那里面的券是谁的？没有，里面那个不是有泱泱上一次的。拿着表放进去了，要自己拿着的，你要对自己拿着啦，不然别人拿走了，是他的，不是你的哦。我看到绿烟妹。对啊，我看到绿烟妹。哦，是反星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好多，是几只啊？换人。下去藏宝，还没好。下去藏宝还要面对叶妹呢，恐怖！你看我们正下方这个叶妹很可爱、欸，超多的啦。他一直想上还是不来？他是唯一有绿烟的，他是有绿烟的啊。我们正下方，嗯，没有啊，头上有一只啊，对啊，有两只，总共有两只，好多、哦，好多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南方巨兽。可以，就是他了，就是他。这到底是谁呢？我那个轻松真诚的表单回复里面说叫我们抓南方巨兽。对呀，到底是南方巨兽什么？那个 ARK 的 ARK 的 ARK 的 ARK 原版里面算是长的龙，傻眼呢。傻眼。计程车。这个越来越多嘞、欸。那这样我们弄一只猫，然后猫取名叫南方巨兽。有啊，刚开场有讲。然后想一样的，开场就这样想。嗯，我藏好了，换下一位。那小鱼，那我们找一只鸡，然后命名成渡渡鸟好了，还不错、啊。哎、欸，三四哦，在这里呢，是不是？在里面。六八十十二十十六十八啊！不要动，我再输几只。看。你要藏到天上的，不要动吗？等一下，我在叫他们不要动。城墙内啦，啊，那个城墙上，城墙都不要放。嗯嗯，没事，我都有奖征答。请问天上的夜魅有几只？太，这个有奖吗？等一下，你要发吗？你要发吗？没有。杰克，杰克，杰克的飞吻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哦，二十二只。可以折现吗？可以折现。楼上二十二只，哎呦，变多越多越多，三十五只多嘞，三十五只。哎，好恶心哦！我的天哪，好恐怖哎！好多，怕好多好多小飞蝇那种，真的哎，处理不掉的果蝇。幸好声音关掉，不然超。那白天它自己会驱散，可以。嗯，那我觉得等一下上面会一堆那个哎。重置时还是不会吧？你掉下来要人打掉才有吧？才会吗？杀死才会吧？嗯、哦，网上看这么多、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上面超多人，好恶哦！你超恶啊！你 F 3打开嘛，左上角那个一，那边显示几只啊？35，哎、欸，现在33了，好像战士哎，超多，现在每个位置不一样啊。你要看好，不能看到展示框那些东西哦。嗯，粉丝框框算一个物件。哦，要抬，下面一位要抬到很高，下一位吗？下一位。嗯，哎，他说麦块居然有朗读功能哦。朗读麦块有啊有啊，很朗读是吗？很吵，很吵。朗读功能，朗读就所有东西他都念出来。我，你聊天室等下打字，他也会帮你念。哦。他会 S O Y S A E C E 叉 D 说，我来听一下。惊叹号，怎么有点烦？瓦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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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变多了，又变多了，更多只了。哎呦，哎呀，白痴！哎，上面有两只绿的了。干嘛？你开了是不是？不是。你找到别人藏了，我想藏的地方被别人藏走了。哇！等一下你就马上找到了哎！哇！不能翻人家箱子哦，不能翻箱子哦。哇！看到箱子不能打开。哇！啊！白天了，白天了。
啊，要烧了吗？要烧了。啊，开过的箱子能够把它拆掉吗？把它拆掉吗？留着吗？你们觉得呢？要拆掉吗？我觉得，我觉得大家都找完了，再拆吧，再拆吧。对，好。中文有吗？他会念中文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村庄内嘛，围墙内，围墙内，围墙内哦，干嘛内，完围墙内哦。哎，干嘛？你想跑过去对不对？跑过去不行、啊。在哪里啊？跑过去在外面哦。对啊，跑过去已经超过去了。杰克乱乱有了有了有了，飘飘很也不行哦。游戏目录，他居然不会说中文耶，还差评耶。对啊，为什么不会？有，我刚刚打聊天栏编辑长，他就说聊天，他就说聊天栏编辑长没了。他不就是讲了吗？啊，对啊，他就讲完了。他讲话是这样，他刚刚有说聊天栏编辑长，他自己说 www。周一寿司，他跟你说，没对啊，那没错，那没错，怎么了、啊？可是他没有说我后面说的话。你后面说了、啊，说我真帅吗？我说我真帅，跟聊天来编辑人他都不会说、欸，表示你不帅啊。哦，太会掉哎，会掉哎，那我打还是帅，我以为是不会掉的，以为要打的会掉。哦，这要回收掉吗？哦、要回收掉吧。先换谁先？等下我还没好，我还没好，等一下，还没哦。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位置，我挪一下钻石。OK， 挪一下。哦，慢慢的，两颗哎，两颗都在头上。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，你想干嘛？属于我们？那属于我吗？哈，应该属于我的。什么东西？杀了他，杀了他，飞上去了。他属于大自然，属于天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放好了，我放好了。好，导游下去。喂，杨洋来。哦，杨洋下去。伤心了。那你再请假啊？哎，我听到有飞起来的声音了。我怎么没有信号？有人飞上去了啊！啊，我以为那个要，那个要回收哎，原来是要拿比较可以拿。把他杀了可以吗？啊，一颗技能，一颗真人。哦，哎呦，那个。要去抢他，要去打他的，大家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再回来啊！我们在这里等你。下来啊！你给我下来啊！我们在这里等你。你下来啊！你下来嘛！回来了。哎，要在这里回来集合啊！等一下一起开始啊！等一下一起开始啊！回来啊！叫一下，叫下去。啊？什么啊？没事，噼里啪啦碰。你还敢 TP 呀 ？TP 很危险哦。TP 很危险呢。等一下，不然他们借。来。这样最公平。你要干嘛？不是，你要在乐透箱里面，你要干嘛？奖励啊！哦，当奖励啊！哦，对对对，合理吧？这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哦，好。哎，工具这边也凑得到盾呐，有啦，有盾，有啊，有盾的。对对对，有加在里面了。对，有加里面。哎呦，不过几率跟三叉戟一样啊。哦，更隐藏的道具，完全没公告。连老板都忘记了工具，老板都忘记了。三嘟嘟嘟 ，Ctrl B 哦 ，Ctrl B 怎么了？朗读哦，朗读功能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关掉。朗读功能，朗读功能，朗读。33333，他就说33333。那如果这样子嘞？哦，哎，我要听掉，我来试看。Ctrl B 吗？哎，我怎么跳不上去？我试试看。预设的话啦，如果你有没改的话，我好像闯底线，闯脚底线，三杀毁，它是算什么音效啊？友好生物吗？它是友好生物吗？好简单，友好生物。朗读功应该是全体英雄，玩真的是玩家哎，是玩家哦，159753。游戏目录九兆，就是选项，音乐和音效选项。我怎么想起来？我记得它超42%滑感，太多玩家玩选项，游戏目录九。太多就是直接念九九九，大家都听得到，听得没有？我们打开了啦，打开就可以。太长了，要这么多久？聊天栏，关掉。
G 八，我喊了，我喊了。Fans King 说 G 八，好了，下一位有。你说 G 八，聊天聊聊天栏，聊天聊天栏，聊天栏编辑栏 ，G Giant， 聊天聊天栏编辑栏 ，G Giant。Fans King 说 G Giant。G Jiang 没有。Voices XD 说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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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聊天栏编辑栏，网底线网说 G G G M 巨收说他 G 哈哈哈哈哈哈。粉丝们说红色服役，红色服役啊！我的服役是什么？服役因为我打丑啊，然后我随便选字。Voices X 聊天栏编辑栏，他有讲啊？哎，为什么一开始他不讲？他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吧？你可没开吧？扛错嘉宾，扛错嘉宾，扛错嘉宾。聊天栏编辑栏，这按到真的会很吵，笑死。说咩扑，别咩扑了。哎呦，好可爱哦。Fans King 说每一步。Soysers XD 说咩咕噜噜啾咪咪，0903说哈记可爱哈记萌，光聊天栏系统精英怪出现，这个已经是精英怪出现，提示了，哎，这是广播哎，还不错哎，全服广播，还有精英怪出现不错哎，我现在真的笑了吧，全服广播。刷全服广播哎、欸，换谁了 ？Jack 说西瓜国西瓜冰西瓜蓝眼睛。好啊，你看，这是干嘛？你被踢出，踢出。Ventures Jack 加入了。哎，你怎么断线了？哎呀，都断线了。可能是不小心打到那个断线咒语之类的。哦。那导游好了没？Voices XD 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要？你为什么要？”哎，他怎么没有说我好了呀？他有说吗？他没有，他只有说 Voices 说。对啊，他没有说我好了。可是我之前也听了 Voices XD 说我好了。有啦，有啦，有讲，有讲，有。聊天栏编辑栏去了。我你要藏在一个，不要用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哎、欸，他也注意你，他有说，好好笑、哦，聊天来边动啊，有人是不是挖到底下 ？XD 说团团教会收人中，粉青说呵呵呵呵，粉青说，哈吉手说，别玩了，三，完了完了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说西哥。哎，那个央央，我不然把你的农田弄坏了，我帮你补修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台哥，台哥，台哥，我想，他自己可以用的一个指令方块，然后类似系统讯息。说聊天蓝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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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底线说就是用那个指令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我想说它不是挡图功能有一个是系统讯息，聊天栏编辑栏，系统讯息是包括应该是你类似那种跳啦还是什么蹲啊那种的吧？哦，蹲下跳跃，我之前没有啊，我现在用那个有哎、欸，系统讯息，系统讯息有哎、欸，它好像就是我们打字不会读。聊天栏编辑栏，等一下，这个变广播哎、欸，这都有听过哎，不错哎，想藏的地方都有人藏了。等一下，啊、可是你打字也会一直吵吵吵不完的。对，你不要打，变成真的广播了。四颗钻石，这里好了。听说你是忘记还是害怕想起来？哎、欸，可是你这个功能如果开着，你去那种外国伺服器，你就直接炸掉你的耳朵。对啊，他不会疯狂讲话啊，直接直接吵到底，他讲话不会停下来。喂喂喂！哦，剩两个。哇，这样越后面下去越知道箱子都放哪里耶、欸。可是没开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、啊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呀、欸啊，为什么？是谁？哎、欸，效果被移除了，效果被移除了。移除了。你说团团师傅说，没有想到还是每一次上我们这个司令台集合的时候要先一次，嗯，一下。好啊。
等一下，有人跑我农田包水井上面堵箱子是不是啊？谁把脚放在上面的、啊？被抢走了，被抢走了，抢走了、啊，先被放啊！那是先被放了。聊天版、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棒棒先辈，我问问先辈。什么鬼？棒棒仙贝！哎、欸，我去点除，哎、欸，我去点香，才跟我说除物香，除物香。哎呦，为什么有人跟我开箱子？你要大型除物香，白痴、喔！还是不行啊，还是不能变恐怖了。你可以切成那个啊，之后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你点着还会说装备商店，对啊，他会念命名的。你打开他会念给你。工具商店，哎呦 ，Phantoms 大型储物箱，特别强吗？哦。到太阳哦，他怎么没说、啊？好了，这里了。好，关掉了，关掉了，好吵。我也要关掉了，我也要关掉了，吵死了。关掉，关掉。朗读功能，前门鉴定功能，朗读系统讯息，大声。只要维持朗读系统讯息就好了啦、欸。对啊，这样子有广播就可以听。不，可是你点东西，你点东西还是哦，点东西也会哦。木箱，大型工具商店。前人鉴定功能，哦，反正传说失败了，他爆装了，快笑他！快笑他！我决定我要开着了，我也要开着，我要开着了。你要开着，这个好像不错。他聊天版开着就会读系统讯息吗？到底是哪个啊？选项，我刚刚是打字就没有啊，但是他会读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那就他来，大家上来集合。游戏目录，他举手已将自己的游戏模式切换为创造模式。全世界都知道了，被公审呢？这是公审，将自己的游戏模式。突然的，他举手已将自己的游戏模式，而且为什么叫他举手啊？他举手，他举手，都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吧？到了，到了吗？哎，团团，到了，两面墙，两个很像而已啊。哎呀，我在这儿。好了，那就准备一起下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哎，我下了。哎，装备也太快了，0.5。哎，对，可以用道士。我上来看看。我刚刚就看到这一个了。哇，我出太快了。等一下，哎呦，你这个箱子是、啊、完了，哎呦，摔下来了，叶妹，有叶妹了，叶妹来了，好了，我找到 了, 找到了，我毕业了，呜，哦，太快了吧！我想说树上这个应该是有人藏真的，这个还真的是真的，太快了，哎哎、欸欸，哇，你从高处跌落，高处跌落，哇，哇。一定有，没有我就很生气，你就很生气。有啦，我找到了，好水哦。没有，这里有一个，你不用飞的。我毕业了，我毕业了，我毕业了。啊，这竟然真没有。等一下，你们问一下，有人藏在央江的那个门口前面那个箱子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他自己的，那不是他信箱吗？哦，他的信箱。好，那我算找到了。我想说放在绿色，绿色，绿色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雨，你还没找到哈？还没啊。那个你可以去农场那边看看啦，农场那边还蛮多的。虽然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，又没开。好，我刚晃了一圈，哎、欸，我的水井都全部被他们堵住啦。为什么？你要通一下水井，很想通一下，你知道。还有、啊，我来帮你跟好了啦，气死！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很久的那个吧。我也要追，再找啊。哎，储物箱，储物箱，笑。他还是告诉我储物箱是不是在讽刺？大型储物箱，储物箱。大型储物箱，大型储物箱，哦，储物箱，储物箱，小型储物箱，这上面的拿了吗？感觉乔那个杰克很适合去当广播员，对啊，哎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行，借符盒，储物箱，我要去找绿色叶妹。哦，储物箱，
野美，身边身上有这个飞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野美，野美，快打他！是蜜蜂，就是假的储物箱，是蜜蜂。小雨，小雨那个是真的。好、啊，你拿完了是不是？对。动作要快，令人难过。我觉得我已经错过了好几个，都被人家拿光了。像我刚去田上掉下来，就有人偷拿走了。田上掉下来？对啊，掉下来。田上掉下来，看一下我的那个箱子有没有人拿走。我等下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有没有。我也看一下我的好了。啊，大家都去看自己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找到了，你们讲一下在哪找到的好了。我在。原先啊，我在酱油家前面有一个往下挖的矿坑里面，矿坑里面就矿坑的入口那里哦，我的是在风车顶，风车顶谁要放风车顶啊？哇塞，啊，我是在我家仓库后面有个树上某一处，不知道谁的，哎呦，啊，我是在泱泱家前面新箱。哎呦，那这样听起来感觉我的还没被找到、哦，我的还没找到、哦，我的其实蛮明显的哦，你的蛮明显的，嗯，而且刚刚其实酱油有先帮忙问的问题，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，哎呦，那我的也很明显，刚刚团团有讲过那句话，对，就刚刚我的那个是酱油问的那问题，然后官方说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哎，我已经游出水外了，赶紧回来。你怎么飞出去？吹了，吹了，想想酱油讲了什么吧。哦、他讲话都没在听耶，怎么办？哦，好吧。找到哪里的？要找哪里的？找到水里的，这是哪里啊？我家前水很多。你家前面的水里？对，我家前面的水里。哎、欸，那我的还没被找到。我的还没。放水里是不是？耶、yeah! ！哇，你还乱丢垃圾哎、欸！酱油乱丢垃圾啊！对啊，乱丢。躲起来了，啊，就消失了。扣款，真的叫扣款。等一下就消失了。你不要增加伺服器负担，对呀、啊，我要去做别的事了。增加伺服器，那我要出去逛逛，去啊！对了，我们要做那个好了。嗯、做哪个？哪个？做机关。哦。我想看看那个机关怎么做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哪一个地狱的还是什么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哪里？我是不是跑到你的许愿池了啊？里面有一颗钻石哎、欸！啊，谁的车？酱油的吧？你看这喷水池有一个储物箱哎、欸，然后里面就一颗钻石哎、欸。哦，那个是我之前要丢他的许愿池吧？许愿池啊，这许愿池真丢，是许愿池，太好笑了吧？储物箱不是啊，我大概开了10个空箱了，到底是怎样？太衰了吧！这么有、哦，刚没看到哎、欸，我的好像还没被到啦。我的还没，本来都这么隐秘哦，好强、啊。没有很隐秘啊，就很隐秘啊，都看照到太阳啊。嗯，就很多人藏的地方嘛，哎呀。啊，都很藏的地方。我的在水下啦，黑啦，我的也在水。水下，你是小桥流水那个吗？小桥流水，小桥流水人。你就找水下的箱子，嘿，我的箱子基本上都放在水下。哦，我喜欢放在水里怎么样？你要洗手吗，小雨？我看一下。没呢。没看到啊！杨小雨，你去找一找肚子饿，要吃烤鸡啊！看看，搞不好有啊！哎呦，被揍了啦！要被妹揍！找到哪个？农田顶的流水，水的农田最顶的。哦，最顶的流水，公车下面流水的地方。那个应该是我的。好，谢谢杰克的。那我的还没有。我的也还没。哦、嗯，好啦，杰克。没关系。哎，你看，笑死。等一下，我要上去回个血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哎呀，我的直音是不是？哇靠！其实你这个很不明显呢。我说杰克的，这个点很猛哎。杰克的哦。对。啊？哪？
这次小雨还没找到吗？还是对啊，应该是小雨的。你找到了吗？啊，泱泱的吗？哦，现在有两个人没被找到吗？还没找到啦，哦，还没有找到，还没找到商人。我来当监视器了哦，可以换史莱姆球哎、欸，这流浪商人，我换起来。哦哦耶！哦， yeah、哦有人射到，看来是射到东西喽。啊对。哎呦，没有飞起来。木桶。哦耶！想啊，这羊腿跑太远了。那你还有一只，那你还有一只，我再射一只。哦哦。按钮。哦、是不是一个人都会生个大概四只左右啊？四个有，因为很久没有睡觉，你太久没睡觉了。对啊，嗯，熬夜的小孩，职业妹也在也好、啊哦，提醒我们该休息喽，该睡觉喽，睡觉喽，要爆肝喽。哪一区啊？绿色，绿色。有了有了，他们要死了，他们死去了，死去了，有他们的储物箱，哎呦喂，像 AS 能流浪商人，舒服，只舒服。团团，你又有落羊驼了啊？他又来了，对，大一喇把他人杀掉，留羊头。哇，欸、他有可以换史莱姆球不是吗？我对啊，我换完了，换完了，换、哦、完了，够了啊。大型储物箱，哎呀呀呀呀呀！爱的宝宝，啊，有没有提示啊？就水啊？没有，不是他们说在水吗？真的在 water， 够 water 哦。嗯，欸、water， 杰克那个真的是会让人吐血哦，很好的一个点。那小雨的提示呢？我的吗？啊、我的，我想一下哦。没有，我在思考，这时候如果我找到杰克，那小雨是不是没有错？我刚刚还担心说，如果我跟你讲，他不在，我的不在平面朝地上，对，你的不在平面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对啊，如果泱泱找到杰克啊，你剩你自己的怎么办？啊、我刚刚拿了啊，他就不能拿、啊，哦，不能拿。好啊，刚我提出来，然后是我自己拿不到啊。好啊，听起来也是蛮难的。水哟、哦，大型储物箱。听起来是颇难过，所以哦、好，我要来弄围墙。嗯，小雨再给你一个提示，嗯，超少量的水，超少量的水，哇，你这提示也太明显了啦！不要，哇，刚刚感觉快没救了，我觉得你说小雨吗？快没救。不然等一下小雨找到的时候叫大家过去看，没看过的过去看，杰克跑过这里。我只看一下盖的如何哦，没有，我在弄东西。耶！我在平面上。侧门？这个不是吧？这个超少量吗？这没有啊。你找到的时候会想骂我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凶？这也算提示吗？我觉得每个地方水都很多啊，还是找那种一格水的地方。总不会放在我的肌肉农场里面吧？他已经翻过了，他翻过了，翻过了，我很早就翻了。哦啊，这样也不行啊，是在农田呐、啊。嗯，农田，农田很多都被走过喽。大家都喜欢农田，那边农田是、欸、真的农田是放好几个啊？对啊，对啊，通常疯狂，大家都疯狂在塞农田。哇，农田大家都很爱。对耶，上面那个是，哎，对耶，嗯，因为我看到上面有一个是说感应器，用感应器制作南瓜田那一些，但是它的感应器是阳光感测器还是侦测器？侦测器吧。没写的话，没写清楚就是都可以用啊。水，就侦测器比较合理一点。我是做了16个侦测器了啦。哦哦，然后跟你说是另一个东西这样子。这里给我来看，因为他是说16个侦测感应器啦，那16个阳光侦测器好像没什么意义就对了啦。还有哪里有水啊？暂时想不到。小桥流水。小乔人家不行，人家不行。看来小雨是整集都要走了。
对啊，我就整集在找这个。没事，我陪你。你们一起找。对，一起找。有没有？我总觉得每个地方的水都很多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记得附近的水都是一大块的。工具商店。哦哦哦哦！哎，工具商店。洗屏啊！工具商店是不是？哎，洗屏啊！哎呦，啊！一二啊！我不是要找得到太阳。哦哦，擦完了！我靠！嗯，没有，我在打流浪商人。嗯，啊，我有击退不是吗？飞走了，对他把羊驼用勒的方式把他带走。哦，天哪，救救羊驼啊！杀了，太凶了吧！你闪过羊驼的感受吗？并没有。先想想流浪商人的感受。我没看到观众怎么看到。他们可以喷那么远哦，杰克。对啊，他也喷很远，他们可以喷很远。好远哦，太远了，好不好？哇靠！神射手哎，20个有了吧？这个吗？哦，不对，对不对？好可哦！哎，好喷哦，好喷！哈，懂喷哦，真的是懂喷哎，喷哦！站越远，他们喷越远哎。他们的口水，他们的口水很坚韧。下雨了，哎，是不是雷雨啊？好阴哦！哎呀，系统是吗？不是吗？金冠，那那个跑酷下面，跑酷下面。水井，我又经过了，我在哪里啊？观众怎么都知道？味道是哦，味道是哦，味道是哦，在哪里？跑酷下面，跑酷下面。我把它打进水里了。抱歉，我知道，还好哦。哎呦，那个我快死了，不行，我回去，我不行，生命很珍贵。哎呦，啊！哎呦，打屁哦，苍蝇！哦，好凶！打屁哦，苍蝇灭扑，没有比较好，完全没有比较好。啊！羊驼追出来了啦！好痛啊！等一下，登哥了，我家这看不到吧？等一下，我家我要死了！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什么？妈！怎么死？这个死！可恶，没死！等下我就摔死了，看不到。精彩！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看这种剧情，但并没有。对啊，要有那个观众想看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钻石几颗？我刚搓。我还剩几颗啊？叶妹好烦啊！七，应该剩七吧？七，刚刚几个人？我你这个啊，我找到了啦！阿纪酱油，你找到了 ？I see， 你找到哪里的？哦，剩你了，应该是杰克的啊，对啊。我这次没找过这个井哎，我其他都找过，全部都找过，所以是泱泱没找到。对，剩我。对。然后我告诉你在建筑物，这个好听哦，在建筑物，对，你不用在平面找。有人要看吗？有要看的我藏的地方吗？你藏哪里啊？井，在农田的井，只有一格。你藏在井里啊？对，我把它塞在井里，只有一格。然后它看起来就像水而已。哇！哎，超多个井都有塞东西，另外那边也有。我都要哭了，对啊，我的农田都哇，都变成你们藏宝地。来，你跟我打吗？好可怕！哎呦，大型储物箱。虽然我只打两刀而已，被抽打。哦，没关系啊，算什么？杨，你找找，就是各家的二楼。各家的二楼。有盖二楼的可以去绕一绕看一看。这样，二楼找找。加油！你不要赚就算了，不要啊！不要！哦，国王，谢谢国王，感谢 ，sexy 国王 ，sexy， 什么 sexy？sexy 国王，你给供起来，加派，帅气，你要不要把你师傅要的羊驼带走啊？梅普，羊驼，哎，我居然找到了，32颗，啊？32颗，就是最后你找到泱泱的
要找到的东西哦。看到泱泱要找的东西在哪了？没事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啊，我好好奇哦。叫我带我去看一下，带我叫我带我去看。捡到了，那等一下哦。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了，我大概知道了。不要被我目击到，我跟你讲。啊。可以，我相信你。对啊，你目击到，你就当做我们是路过路人，不小心掉了、哦，太难了吧？突然。还有没有感染的？好吵哦！我刚打了两只感染的。好死！还有吗？合成。街上沙沙沙沙的一直叫。哎呦！合成真的呢。大量收购真人石，有人有吗？没有。真人石。我买乐透了啊！我已经买了储物箱。我有充值也符合大型。有人要卖真人石吗？真人石，我不要重置，我要真的。你这个历史很好，想要再多加几条，我帮你重置。我要全部洗再复手。好，找到了，你找到了，恭喜！耶！哪里的？耶！在那个在熊猫馆的二楼，熊猫馆的二楼，我都要二楼。可以放在组里面，可以哦。没有，你那边是空的啊。那边是露天阳台啊。哦，原来是在露天阳台那里。对啊，露天阳台。哇，你们很会。我真的觉得我要不跟你们收入场费了，怎么办？你们算一下有几个人是经过我的建物的？我没有。笑死！哎呦，要不要先睡觉？啊，睡觉吗？好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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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雷雨，没有雷雨，雷雨也现在不用了吧？哎，等下从这边要怎么回我？我知道了。哎，不对，你是在哪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还好吗？我找到，还好吗？你每一集都要叫你带一次床，哎，嗯，床带出门好吗？在外面睡觉。在外面睡觉，睡觉睡觉。哎，浩记，有人说，如果他送我很多礼物，你会不会啾咪？送你很多礼物，阿凡是阿记要啾咪，对，我是阿记。什么事？送你为什么送你是我要啾咪啊？为什么？应该是反过来吧。那我就跟你分红啊，大型宠物箱。这样好，亏的都是怎么想都很亏耶。不知道怎么想，他就超亏的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要爆炸哎！好，他就拒绝我了啦！哎，出卖肉体的是人家，你是在收钱而已，哎，对啊，你是点钞票，别人在出卖。哎，那我们六四分。你六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是好人。笑，那我要回什么 ？Map， 不笑要 Map， 就会难过啊。他是我做的。哦，所以有人有真人吗？我有一颗。为什么路上我有一颗洗脸水？那是我掉的，是我掉的，是我掉的，我掉的，我掉的，我掉的。哎，悠悠，我告诉你，你把它拿上去上面乐透箱就好，你不要理他。就是放在乐透箱里，大家都想买乐透了。对对对，拿去乐透箱。所以这样有吗？我有一颗真的，叫一下，哦好，叫一下，这里可不可以弄个东西？叫一下。差距手传送差距收到。这里，我想说点的时候看要不要，就是大家来法院的时候要那个点那个申告铃，就是帮我弄个全广播这样。哦哟，就有人按了申告铃这样。哦好啊，在上面那个，这里怎么像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原本在弄红十字关了，我把弄不起来。然后上面那个按钮是这样，下面那个看到说有人按了爱心铃这样。爱心铃是怎样？他举手啊，就是就会两个零，就会有两个零啊，法院都有两个零啊，常常一堆人要告人都是用要告，然后都按错，对吧？那是假按下面的那个爱心铃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举手啊，你自己再把里面的东西改掉啊。好啊，我们继续钓鱼。烂掉了。往底线往，你将自己的游戏模式切换为差距手。什么？团团念起来那么奇怪？你突然叫汪汪嘞？底线团汪汪，就是念起来很怪。汪汪汪汪，等一下，合成。
哦，法院盖那边哦，法院已经盖一半以上了，哇、哦！可是还里面还没有。没事啊，只要拥有一个桌子可以拍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他记他特地，你看他，对，看他，你看他。哎、欸，我可以骑哦，我顶顶看啊、哦。有人按声导铃，有人按声导铃，你们在看什么？不要一直洗啦！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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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！营业，到营业，还赔啦！营业在这，营业在这。啊，怎么了？这是马怎么了吗？哦，好了，他也骑了，很还原吧？超还原，超还原。那我还是带着他走。哇哇，你养的好厉害、啊，是不是？哇，是的。哇，你有很多麻醉药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哪里有看？干嘛变南方巨兽了？这个还真够巨的、啊。太巨了，太巨了，太巨了，最怀念了。哇，巨像南方巨兽，你还可以骑耶、欸？对啊，骑它到处走哎、欸，拜托。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小心点啊，南方巨兽要出征的。我要出征的，空少。出征。羊驼，给羊驼取个名字叫喜羊羊。哈，羊驼会哭。哎、欸，你多凑几个就可以凑一个羊村呢、欸。羊村，你知道我的羊村已经被很可怜了吗？哎呀，之前被压榨，被压榨。嗯。这一集要把房子盖好，加油，加油，盖的，盖的四，你是说这个四级吗？聊天栏编辑栏，不是那个四级，是已经盖了一二三四级，对四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突然想到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盖个四级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办跳蚤市场？跳蚤，哎、欸，楼上就是了，不是吗？我们楼上上面就有啦，对啊，都不用跑到上面啦，都可以在下面。你是多懒，跑上去是不是？太懒，这样才有 feel 啊！你看，有你就是有改变的。那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把床带在身上？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要回家睡啊，我认床。哦、oh, okay. ，对，你床没错，你带出去睡啊。那你把你认的那个床，哎、欸，你有看过有人把床扛在肩上的吗？我有看到人家出门把枕头带出门，对啊，会带被子、枕头出门的啊。就是我，可是有些人不是认床垫吗？啊，你带把床垫带出来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有，就找你们，就要扛着床垫。嗨，没有，这样有。你刚刚不是说你没有看过有人把床扛在肩上？但是我看过棺材有人扛在肩上。啊，这个也是有看过啦，大家都有看过啦。倒是有呢。合成。嗯，我没看过，也可以看一下吗？杰克可以示范一下吗？而在麦克好像有点难哎。那个好像要靠指令齁。嗯。哎呀，哎呦。哎呦喂呀。干嘛可以用那个啊。红石那个音阶盒做得到啊。我听到我的开箱的声音。有人要准备台了吗？有人要准备台。你为什么要在那个石英砖上面钓鱼？没有，这是钓鱼池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你的，我有错钱拿嘛？你的错钱拿嘛？你干嘛？我在试东西啦！说串人家嘛？吓死人了！旁边大神都吓一跳，我看，哎呦，试东西啦！等一下，有天呀，你钓到了个湖中女神。完了，你要给他断子这样子吗？你怎么又过来这样子？先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拒绝你耶！先不要走，他很害怕。你钓的是这个金鱼饵还是这个银鱼饵？好可怕，鱼饵！要救我！你钓的是哪一个啦？你是渔夫啊？你钓的是哪一个？买包包啦！买的哪一个？买包包，买包包。你钓的是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跟我说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这个女生很报应哦，我一直在 K 她。夹派。哎、欸，你放屁耶！跟刚刚放屁走了。合成。那是我动的，你不懂。啊！你用屁当动。啊！棒啊！哦，这样我就飞得起来了。很臭哎、欸，觉得有点恐怖哦。
切时机。原来你是这样子的呀，洋洋。害怕死结了。请问有人有不要的？真能死吗？可能没有，有点难。要的鉴定过的钻石剑或者玉髓剑吗？你要干嘛、啊？你要干嘛、啊？我要洗，我要洗主手武器。哦，楼上好像有没有？你把那个一钻就好了呀。我楼上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可以 look 一下吗？去楼上 look 一下。你可以跟嘉禾一样啊，拿了之后跑去人家问，扔给你，我可以要这个吗？我可以要买吗？没有，没有man，听你解释，听你解释。大金属物箱，我明明不要解释。有吗？哪里？你没有？我没有。哦，好，你没有。很好，好吧，这里是有。你在看？没有，我看，我要看留言。大型你跟我说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耶、欸。不是啊，他什么东西都觉得很烂啊，你知道吗？哪有啊？哪没有啊？这么有锋利，大型啊，不是附魔，不是重点，是潜能，潜能比较重要哦。再讲一次，不是我可以铁针上去，潜能不能。你知道你潜能，你找你灌对地方的话，这把基本上你就可以玩了。那我拿第一把玉髓剑跟钻石剑哦，你就随便你拿。哇，好开心哦！就像哦，你是玩线上游戏常被骗装。人家拿一个就是你那个，比如说20等看起来很强的装，然后跟你换一个超后期的装备，然后你也是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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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有，我现在用不到嘞，给你。划算。洋洋，然后还要说哇，你人真好。完全被骗装。来，多送你一个洪水。跟洋洋说，洋洋，我刚跟跌倒，我需要32颗钻石，他就会说好，给你。好吗？你跌倒要钻石干嘛？钻石疗伤你。需要32颗钻石来恢复我的血量啊！那我有33颗，好啦，不然我有32颗。你可以找吗？哎呦，就是这样。啊不，我看起来这么，我没有那么。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真的吗？没有。我还赌博。还在赌博？就是要赌惯用手或非惯用手啊！哎呀，没有。对，为什么你脸那么红？你脸那么红？你脸红了，哎呦！没看到团团呢，哎呦，没看到你，你是不是隐形起来了？对，我偷偷看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是最想要的超能力，是不是看到最后，然后就直接把我一刀砍倒在地上？天哪，你带一刀倒，天哪，有点凶，有点凶。我不知道在吼什么，先吼就对了。哦、哎呀，酱油！你要许愿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许愿。要许愿了吗？你们是不是有分身？你们太烦了吧！你们是有纠纷？强迫推销还是谁？对啊。你是不是要许吗？你要许吗？哎哎你哎你是不是那个蓝色的颜色啊？你是水蓝色。不要走！你要喷水吗？对啊，喷水。你要拿扇子喷水吗？我跟你说，现在购买我们的女神优惠只要998，快点！而且我们又要现在只要399，非常优惠，赶快！有什么愿望？你怎么了？快了！这太奇怪了吧？是吧？他在想我被打死啊！哎，小姐，你参考一下嘛。你知道，我现在推销这个只要300块，我想要开一间属于我的女神学校。大型储物箱，大型储物箱，开一间储物箱。那我说，这是我有我的梦想，但是我实在没有钱，所以我推销这个300块，只要300块之后就可以帮我完成梦想。没有，你要，我跟你讲，你的推销法是要先访问他说，哎，请问你有梦想吗？然后他有梦想，那你就说哦，我也有梦想哎，真巧啊！如果他们说没有的话，就是哦，那没关系，我来完成梦想，让你也体验一下完成梦想的感觉。你怎么这么会？他教主哎！哎，小姐，我前面是小姐，不要走，你有梦想吗？小姐，好烦哦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梦想了，但是我有梦想，你可以一下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要带在这里啊？哎，这个我有梦想。
完了完了完了！同学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的梦想就是开女神学校啊！我不管你要不要，反正你给我买啊！完了完了，开始六亲不认了。对，我只要卖得出去就好了。姐，姐，她好开心。哎，现在你有梦想吗？你知道，我现在脑海中画面是那个酱油追着泱泱，然后在沙滩上奔跑的样子。然后他拿着他的那个纸，然后一直宣传过来，这样子一直读。对，嘴巴好酸哦。嘴巴好酸。嘴巴好酸。哦。那你说，小姐妹，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商品，它非常的棒，只要完成一个愿望。你就能抽成200块耶 ！Oh my god！ 你只要完成一个愿望，你在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就是你现在只要跟我签订契约，你是要完成他一个愿望是不是？魔法少女，魔法少女，你是要完成这样一个愿望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先完成你一个愿望，然后你跟我签订契约成愿望少女，然后你再去完成别人愿望少女又是什么？愿望少女什么啦？愿望少女到底是在干嘛？那请问一下，你的开场白出场是什么？让我们的愿望一起实现吧之类的吗？没有，他是帮我实现我的愿望吧。叫别人帮我实现自己的愿望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可以啊，我们这家公司有个特色哦，每次出场你都可以唱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。哦不，先不要。哇，太难得了。那你能不能唱一下？既然你都出场了。对啊，不是，我们已经招生人员不需要了。像你们这种新手才需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哇，他在呛我们，你要示范呐、啊！你不需要咏唱魔法，叫我们菜，我们菜，不要听我们菜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只要推销超过12个人，就可以免咏唱，就可以放出魔法，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就可以实现愿望喽！哎呦，我先回感，酱油吓到我，差点摔到眼睛。我看到了，别了，是愿望女神、欸，快点走，快逃啊！哎、欸，那个，你不要看，捂住眼睛，捂住眼睛。小朋友不要看，小朋友不要看，很脏。好，我没有这样讲哦，杰克。那阿姨怪怪的，那阿姨怪怪的。哎，这个叫拥挤人守护了，只要实现愿望就可以守护世界。大型宠物箱。房间在哪里？房间，你要房间，我订一个给你啊，要不要？你过来拿房间干嘛？笑死我了！订一个房间给你，好强哦！大宝，那真假啊？编哦。哎，这男的不行哦，像是男朋友跟有钱人。没事，其中一个我有了。什么鬼？笑死！哇，那你只知道我有钱人了。现在你只要跟我签订契约，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了。你是说你有钱没男朋友吗？还是合成？他可以有多有种哎！你在打了，打了不揪，打了不揪，我把你脚下就打掉。我要拿刀去给他喽。这苦力吧，打。你后面好多只哦，赶紧看一下，真的好没有。哎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怎么？我刚指挥他一刀、欸，哎，完了，死一只啊！哇！聊天蓝，小屁孩僵尸。Oh my god！ 他砍的心很痛，他很痛啊，而且会饿哎、欸，会饿哎、欸，会饿哎、欸，二。晚上打这个太好按喽！是啊，晚上一定会出这个啊！你白天有看收头最佳机会，看谁要收头？这有很多怪。收头最佳机会，有人六亲不认了，有人六亲不认了！我被看到了！什么鬼？音乐的，我头颅，我头颅，不是地毯，难怪我家刚刚有羊毛。哎，sorry， 我砍僵尸。真的，我来。哦，冰块击杀证明。我们来进行仪式，插个火把。什么鬼？这个是这样，掉。哎，那个愿望女神，可不要不要帮助她吗？不行哦。哎，对你们有愿望吗？愿望女神啊。对你有愿望？有啊。对啊。在哪里？开麦。那你有愿吗？我想提高。按到，等一下。我看一下几个啊？1、2、3。1、2、3、4，4个。哎呦，我不知道。洋洋有吗？我刚刚被炸死。他被炸死。有。4、5、6，6个。六个啦，一个人5颗。以后说要放个中介符合出来，然后我想介符出来。
二三四五，你在里面拉。耶、啊！这是我的想，这是我的那个。遇到这只葵，它在爽了吧？哦、加攻击加速、欸。啊！我四本刷没刷死，啊，没关系啊，送给你们。哇，好多书哦！刚刚有个掉真人石啊。收购商人来了，收购商了，收购商有没有卖啊？一比十五哦，一比十五哦，我觉得我可以留着自己用啦。差距我干你演了动，两个钻，第二次来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小英。啊！我按错了，我按错了，我按错了。哎哎哎！我按错了，没按到了。轻松副本，道具收副本，没按到了。关止，没按到了，止步了。啊！没有，这已经按到了。被提前剧透了。没有，我想说，没有，之前他们按的好像没事。然后我说哦，成功了。哦。哇！哦，被拿。好意思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关心维更新维修24小时，开启新体验？就很。那有些动画不是这样吗？就是他会说什么？有人触发了新副本，关闭维修5小时之类的，有吗？有啊，有一些啦，就是可能尚未开放，就是提前被 bug 开到这样子。对，那就只有开放了这样。是哦。那我想到以前建林不是刚很夯的时候，他们又有一个副本。就是说在那个忘记韩国还是哪里那边说，因为太可怕，有人打一打，太可怕，就是打一打，然后听他的声音以后跑去就是治，有这么夸张哦？对，然后那个副本就永远关闭，好可怕哦，真的是蛮可怕的，太可怕了。然后还有人又 bug 进去，哎，就是有一些人会想要去试吧。他很好奇，有什么，然后他就用 bug 传说，就是啊，感觉就会变都市传说，哎，嗯，然后他们说进去以后其实也还好，就是有蛮多断掉的那个薄的那个头发，头颅是还是什么？对对对。哦，哎，可是这个不是很多线上游戏都有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我收，我觉得只是刚好遇到啊。哦，遇到有那样子的玩家，他那个紫苑镇吗？是紫苑还是紫什么？嗯，是说宝可梦，是宝可梦的吧？对啊，叫紫什么镇啊？紫苑呢？啊，不是说那里也是什么音乐太可怕，就被修又被修什么的？你又想可怕？可怕，有点可怕，怎么那么可怕？怕，你是说怕？哎，我真的觉得好可怕，真的。好可爱了嘛，所以你们有梦想吗？直接掰回来，他直接掰回来，好强哦！只要实现梦想，就能跟我一样哦。哦，好可怕啊！可以跟我一样哦，太可怕了，没有，太可怕了。你要说跟我一样，没有人要。只要实现梦想，就可以跟我不一样哦。霸爆！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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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！干嘛？哎呀，真的好可怕！原来是说这里有合唱，太可怕了！太可怕！以前我是玩魔兽世界啦，有个地方叫做那叫什么翡翠梦境哦。嗯，哎，啊，就是有玩家硬要过去，然后造成就是。那个官方明确说那边是不能去的，为什么？他也没讲为什么。对啊，那边就只是个故事剧情有的地方啊，里面游戏设计是也有啦啊，但是就是玩家硬要去啊，官方也说不能去那个地方。哦哦，还是找到漏洞过去嘛，然后玩家就被永 ban 了。啊，这种就活该啊，这就活该啊，活该，自己作死，这真是作死了。所以你有梦想吗？你要可怕了吗？对啊，
可怕了，好可怕了，你不讲话哦，你讲话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，可怕，可屁啊，可屁啊，朗读别的，好可屁啊，太可屁啊，我逃，以前的我会接汹涌，现在不会了，那你现在接什么？你还是接了。对啊，重点是你还是接了，对，你还是这样。现在的你会接个以前的我，看我跟以前一样。曾经的我以为我不会再讲了，不，你还是讲。对，可恶，可恶，不发不发。可不发不发了，功力书有这么难付哦？对啊，好可怕哦！功力好可怕哦！发爆，发爆！储物箱，薄薄薄薄，储物箱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绝对不会追人，我这个湖中女神绝对不会。对了，你有梦想吗？你有梦想吗，洋洋？走开，走开！我觉得你这样钓鱼是没办法成大器的。让我帮你一把，走开！哎，走开呢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有什么敢我走？这个不行啊！你的合同在我手上。给我钱！给我钱！哇，你直接讲出来哎！毫不掩盖，毫不掩盖。因为小女生需要钱，你不要问我，我开始回溯了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要再问。大家，你们是这样的，我刚刚看见他在水里，然后突然就飞到岸上了。哇哦！我以为你是讨厌我，讨厌到还是在瞬间移动了，连大魔法师都成为了大型储物箱，直接晋升就对了。对啊，我不想要被推销，瞬间放魔法。这才天赋异禀了吧？这个，哇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强的魔法天赋啊！对呀、啊，来直播什么啊？去马戏团？为什么马戏团？为什么啊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啊？你就表演魔术啊，雪宝。雪宝、啊？雪宝？跟雪宝有什么关系？你话题好跳、哦。他说雪宝。你这哦，雪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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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大型储物。我关雪宝什么事？大型储物箱。你知道雪宝一？知道雪宝一百六吗？雪宝。大型储物。雪宝一百六吗？大型储物。他一百六几公分哦，这么高、哦。对啊。他快比冰岛还高，对吧？他比冰岛还高。哎、欸，我刚听着比比死还高哎、欸。冰长啦。大型储物箱。你知道艾莎200公分吗？天哪、啊！讲什么？这个对话是怎么回事啊？怕爆了！怕箱，怕怕花的怕，怕发怕发，怕发怕发，花的怕，对啊，花的怕。花了趴，花了趴，大型储物箱。哎，我的天哪，我的老天鹅啊！大型储物箱，怕爆！哎呦，你会不会带起一股新的潮流啊？你说怕爆吗？你又不是没哭了，是怕爆。大型储物箱，你也和怕爆在一起啊？好可怕哦，没哭。你好，我要把酱油声音开到最小。不要了，储物箱，把声音调成10%。大型储物箱，完了完了，我要用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不行的，你不能这样，怎么样实现我自己的愿望？什么？他超好笑的，不行啊，我要赚钱。他说不行啊，我要吃。哈哈哈哈哈，超好笑的，直接啊。你是小猪，不行，大型储物箱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今天是不是有喝酒啊？你今天好嗨，你今天很香哎。没有，没有零食吃，我超可怜，没有海苔，没有巧克力，没有棉花糖，没有薄卡，没有。好好好，我因为没有吃东西，所以呛了啦。我肚子好饿，吃的东西就是他的良药。
哦，你要生病，然后给他吃甜食，因为他是要吃药，有没有？开心啊！你直播挡你眼前之事。治好都嗨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呛成这样了？真的你超嗨！不要走！不要再传教了吗？对啊！你要不要入团传教啦？我辛苦你。你不是湖中女神，怎么突然又变这个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骗子？我是尖子啊！是江湖大道啊！为了要赚那个团费养师傅，还跑去兼职湖中女神。是兼职的部分。对啊，原来是兼职的部分啊！我干我，我。快给入团传教，你就成为湖中女神，你就生鳕鱼啦！我不需要，因为小谢你是不是钓了生鳕鱼？你要不要救救他、啊啊？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救了。你的教徒暴走，暴走，暴走啊！暴走啊！暴走啊！就算你再不救他，我觉得让他去无人岛吧。让他去无人岛。胡说八道，我哪会打人？胡说八道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下次就会出现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屁屁爆爆。那个，我上次在某一条街道的时候，遇到有一个人，然后变异处理，我真的很害怕。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害怕，他一直拉着我说你有没有愿望？我真的害怕极了，我真的害怕极了。他一直说我要不要加入团团的教，我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。还一直问我，哎，这个金宝还问我说：“小姐，你有没有钓一条生鳕鱼？”他根本在讲故事而已吧？等一下，一样的吗？看画面，天哪，那个人真是太邪恶了！我的妈，怎么可以有人可以那样呢？真是的，妨碍大家，妨碍公众，妨碍是这样。哎呦。储物箱有害，储物箱我觉得很棒。哈，什么东东？好多猫猫哎，等等，好多猫猫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泱泱有没有命名牌？我的泱泱有没有梦想？我有没有梦想？有没有梦想？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我有三个梦想，我有三个命名牌。梦想，想要取名字。他想要命名牌是他的梦想啊！哦，哇塞，你的梦想还真的哇，嗯、还蛮大的啦，对，蛮大的梦想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去音乐家，给迷路了。音乐家吗？迷宫啊！他用铁针，我自己做好了，自己做，那我就不会迷路了。好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你那阿姨，你说做铁针就不会迷路，什么道理？合成，上手把那个铁针扛在肩膀上。合成，哈，看屁呀、啊、猫！合成，我想你凶哎呀，哎，哇，你太凶了吧！哇，哎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啦？今天很菜哦。如果我家狗说看屁呀、啊、呆，他会整个人趴下来，然后翻滚过来叫我摸他肚子。哦，你家的狗也是蛮 M 的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刚才说看屁呀、啊、呆，走开，然后他就会过来到我脚下，然后翻肚子叫我摸。哎哎哎，听不懂吧？你家的狗是不是跟 Bobo 有关系啊？都好 M。有请 Bobo 大神解释一下。Bobo 不是都会说踩我吗？什么的？天哪！嗯，天哪 ！Can feel 啊 ！Can feel 啊！可你也想到，可原来太可怕了，真的是好可怕哦！好可怕！哇，太怕了吧！太怕了！发爆！发爆！哎、欸，真的是发爆！哎、欸，那个，请问铁针怎么做呀？完了！你需要三个铁砖，你可以开启你的小绿书，然后打开要去里面找。哪里有小绿哦？对，哦，原来这个小绿书可以用哦。对，哦、可以啊。哎呀，哎，这上下左右可以用吗？啊，哪里上下左右可以用？左键可以点击东西，对对。啊，我的铁砖怎么不见了？哦，不是 啊，我的铁砖怎么不见了？你不是还没做出来吗？他今天是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要铁砖了，我要帮猫猫取名字。怪怪的，觉得你药可能不要吃太多啦。
我吃很少，哎、欸，太太钱不要吃了，吃很少，因为在福州待太久了。还是做你们这个有压力，有业绩在啊，业绩压力啊，对啊，压力很大、啊。我跟你们说啦，你知道、啊、不要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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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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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好了啦。不好啦！那朵精华不好剪呐、啊！我要哭了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剪的。对啊，都可以剪的，剪不完了啦！完，酱油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对不对，宝宝？等下跟你说，对啊，我要吓死！我跟你讲，不过等下是在团团那边打 QQ。没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八成应该在睡大头。哎呀，对呢。哦，有可能。对，应该在睡觉。他最近这种时候都会非常疯狂睡大头觉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忘记那个有大英巧克团之类的。我还在路上。啊，我还在路上啊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们不知道了吗？超到了吧？大型储物箱。到了吗？大型储物箱。那我再睡一下，等下叫我。储物箱。哇，等一下，这谁砍的树啊？一堆苹果都不捡、欸。我啊，我刚砍一波，砍完中完我就跑了。我帮你们捡苹果。啊，我在干什么？对耶，我这边有啦。嗯。你也不要的装，我在干什么？哦。所以他自己那边有不要的装吗？有，可是他是完全没属性的一般的钻子装，你要吗？哦，我说有鉴定过的不要的吗？啊，鉴定过没有。哦，好吧，想拿哦，没有想去看一下啊，看得不错，我想收购这样子。哼哼哼哼，合成哼哼哼，没有，就是搞不好别人看起来像垃圾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宝这样。你说一个哦，嘿，对，对对，对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对哦，我在寻找猫咪。啊，你刚刚不是在熊猫？对啊，可是他这样就会翻肚子给我摸啦，才不会嘞，才不会嘞，好吗？猫跟狗是不一样的，对呀、啊，对啊，欸、不一定哎、欸，有些猫还是会。这样你觉得烂的装备，但哎，别人当做宝啊，对啊，嗯，把它丢了，我会好好珍惜的放在箱子里。那我再去看一下宝好了。对啊，还有宝是吗？寻宝一样。我去寻宝，寻宝。可恶，这只猫怎么有名字了？嗯，这只不知道为什么有名字。肚子好饿。这样你想吃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好饿，想，可不可以给羊驼取名字啊？哎，可以耶。可以啊。你要取什么？哇，好近哦。位置在。-83 68 85，那也可以取名叫西方巨兽。西方巨西方巨兽，西方巨兽龙哪里啊？劫匪兽，哎呦，水啦，水啦！他看谁？看天上那个，好，交给他记了。哪里？记，哎呦，你摸过了，那个题啊，哎呦，要输了，我还遇到爆炸苦怕怕。苦怕怕，苦怕怕是什么？哦，出面还要吗？有这样子出面的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用吧，现在没有什么特别。哪有？我听到他的声音。我。他在燃烧吗？他现在看我吗？还是繁星？我是我。你刚刚上去，他要卡住，他要卡住。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哭公杀回。哎、欸，那哭公你是病呢、欸？哎、欸。哦、很痛哎、欸！不啊，我的，谁的？我还没谁看的耶。可是我没有吸掉钻石，我只有吸掉你的洗人石。几个？四个。好。合成。四个。上去呀、啊！来。我终于有点战力了，拿双刀之后都不一样了，都不一样。第二个。哎。看有没有？啊，对不对？到我的了。我不知道，八颗，合成，我该走了。耶，三个，哎呦！能体验动能，体验动能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
会不会又出现一次三次因为刚刚他去升三滴血。爸爸很危险哦。没有，没有骂三字经，没有，那不是。谁骂三字经？哦，没有，那不是。听我讲，你，那不是我。他这个是哪一位？我另外一个人格。汉堡。人格是大型储物箱。那是我外面的另外一个人格。大型储物箱。外面。外面的吗？大型储物箱。你东西怎么都没鉴定？他就没鉴定，上一集就跟他讲要鉴定啊，我帮你鉴定好不好？看那个啊，附魔啊，我帮你鉴定好不好？嗯，好，你说好啊，那我来。问你看到想要你拿走吧。是啦，太扯了啦！你这是做公益的哎、欸，关心的。我靠，你是要去买彩票？你去那种乐透买彩票，然后只买说哦，那个这纸的质感不好，我换一张。然后那一张其实是大奖。嗯，这个叫买椟还珠，买椟还珠，这个形容。我只想要这个盒子。普通，普通。我觉得我等下再上来好了。我先放我自己箱子，那就忘记了。哦，哦，哦，你为什么都不鉴定？买哦。哦，因为好懒，哪会懒呐、啊？你知道看到好鉴定就可以卖个好价格。他没有在卖呀、啊，他都送的。好鉴定我也是给别人、欸，他可是中过乐透，你觉得他缺钱吗？好像也是哈，好像也是，好像也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合理。他是佛系玩家啦，对，佛系玩家，佛系玩家。那现在像攻略组有吗？我真的觉得佛系玩家最好赚。之前我去玩一款游戏，它有转蛋、啊，你好多故事哦。然后它最大奖是两个卷轴，大概是台币，就是核算过来的话，大概是可能要好几千吧。嗯。然后那时候我刚玩，不知道、嗯。然后因为他跟我之前一个游戏共通，就是点数共通、嗯，我还有好像还有八，好像80点还是100多，我可以抽两次、嗯，我就连续抽到两个大奖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被我公会的人干走。哦，这个不是佛系玩家，这小偷骗人的啊！这个是对骗子，这就是我讲的那个啊，就给你那个等级你需要了，然后把你东西骗走了。对啊，太坏了。看到两个卷轴，不知道是什么啊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哦，这个都是要制作的东西，没有什么用。啊”你现在没办法做啊，这个要很后面才有办法用。对啊，不然先给我好，到时候做给你，然后我就再也没玩了。那很好啊，你是把需要的东西让别人啊。那你也没差，啊、那你也没在玩，就没事。对啊，这也还比较好啊。对啊，那我还有在玩很慢呢。反正你已经没在玩了，就没在玩了没？没在玩了。我是过一阵子，就是才没在。然后那阵子之中，就算我等级到了，他也没有收到做给我。哦、你没问他不知道吧？现在想想，他那时候头上跟屁股后面都有换东西啊，说不定自己做了。头上跟屁股，因为他那个装饰是一个耳朵一个尾巴。嗯，说不定他自己做的。哎、欸，你惯用手的速度多少？我没惯用手啊。反应不是就跑很快吗？我的惯用手完全没鉴定，还在用初始的。初始，对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啊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这边，你跟泱泱谈。你将自己的模式三折化速度创造模式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哦，我可以抽个什么，泱泱？他说是他等下跟你说随便啊，三十二颗繁星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他不说直接给啊，然后杰克就不要啦，卖一下了。泱泱，我想到泱泱，你说可是我还欠繁星钱呢，然后杰克就点炮，杰克不知道抽成吗？来，哪一个啊？你在哪里？我在楼顶啊，楼顶楼顶。如果你们有头颅是不能叠加，自己创造自己重新弄啊。
OK OK、嗯。啊，你是说直接删掉再拉那个 hill？ 对对对，哦。生存模式跳哦，跳好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样就是那种典型的，就是说，反正我不抽，反正我不缺钱呐、啊，我彩券中五百有没有领都无所谓啦，反正我不缺钱这种感觉。这跟什么不一样好吗？不是啊，是他有没有需求而已啊。对啊。等下上来看吗？我来了。你很喜欢叠加布。然后我要把哦还好啦，因为这把剑我真的觉得哦，你这击退斧头了，它是斧头哦。这个潜能鉴定，潜能鉴定，潜能啊！你在笑他那个念那个？对啊，潜能鉴定32%。哦，看一看样样怎样？哦，你要点给的话，我也无所谓，因为这是你的东西。没关系啊，你跟他，你为什么是他跟我谈啊？为什么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二，要么你直接给他。没有，你现在是那个啦，泱泱是那个啊，就是超级大房东啊，你是他找的中介，就看中介有没有良心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像代抽，你这刀的主人是你，然后我只是代抽的。哎呦！哎呀！合成。哎呦！哎呦！不懂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在其他人手里是垃圾，在我手里面是宝。你觉得嘞？我觉得啦，这样他可能还是没办法理解。大型储物，反正各种流派啦，有一些人打高输出嘛，有人想跑得快嘛，有人想被打都不会受伤啦。我跟你们讲，他不会懂。我昨天跟他说，如果有一个人给你30,000，跟一个人给你200,000，你要哪一个？他跟我说，他觉得两个都很多，他觉得都可以。你想怎样？可不可？可不可？今天有两个男生，一个人可以一个月给你200,000，但你不爱他，跟一个月给你30,000。爱他对吧？有前提的嘛？这是有前提耶！酱油，你怎么可以乱篡改啊？有前提，酱油。他后面跟我说，他后面跟我说，可是我觉得三万跟20,000都很多哎，差不多啊。他这样回答我，不是你前提是你刚刚是有篡改人家的那个哎。我觉得这样不行。哇，你当个杀人就铁狼。法院见。法院按点裁判。法院看你盖好，纠纷有点多啊。他直接回我说，30,000都很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就是单选我爱的那个，不是吗？我就很记得那时候我说，那你要哪一个？他就跟我说，可是我觉得30,000-20,000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一样很多嘞。我跟他说他170,000，你跟我说差不多很多，我跟你说够了，你知道一个月30,000也够了吧？就是你是说以你要的生活开销够了这样？对，然后就够了这样。这样，酱油你是不是没事做啊？没有，是昨天我们在聊，不是啊，我看你四处晃来晃去，哎。哦，对啊，没事做啊，我在发呆。你可以去帮房间。那我鉴定完了，我再跳了。你可以去赚钱啊，现在你家师傅不是很缺钱？挖矿啊，挖矿之类的啊，都可以啊。你家师傅在盖法院没有在赚钱？哦，他懒了啊。他刚刚没有，他刚刚嗨完了，他嗨完了，现在电池没电了。对，他没电了，他没电了。真的肚子很饿。大型储物。所以你是肚子很饿，就是会先嗨，然后嗨完之后再开始？不会啊。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话没什么，觉得你对啊，你真的没什么可信度。我觉得你刚刚是不是有啊？他现在已经嗨到完全没电了，所以他不想动。对啊，你已经完全没电了。有，正在动啊。他不懂我们的意思，不懂我们的意思。我的天啊，他不懂，对，其实他不懂，他电死了，把电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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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诺可都电死了，电死了。OK， 皮诺可放过。电死，电死。这个没救了，不要浪费电。他打我，你在找师傅，你在找师傅。我打老师伤害只有11耶。你用手打而已，哎，手打11耶。那是装备啊，装备有高啊。好啦，对不起，我手打6啦，没有我打60啦，六颗星。好啦，拍姐，我手无力，手无力，手无力。OK。若女子啊，美丽。所以我可以把话题转回来吗？
你要讲啊？对对，你不是骨头，这个是骨头，对啊。那凡是你自己觉得它值多少？合成？哎，推给人家。它没有到很好，我讲真的啦。对，老实讲没有到很好啊，只是我刚好缺一个速度快的主武器的，是的。随便讲个唐氏，我也可以。啊，怎么随便？他叫你随便开价哎、欸。我说你随便开价，搪塞我也可以。搪塞你吗？对，都可以。等下跟你说一颗，我跟你讲。一柱铁没有了。我看一下、喔、我们现在，然后我们货币现在是钻石。来，房东，这个给你，看你要不要给杰克？你们自己去谈。哪个？哪个？哪个？来，房东，房东，真能死吗？真能死吗？房东来，房东来，你可以跟杰克。杰克可以那个，你可以抬高这个价钱哦。合成，走开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牙派，我真能死啊！你可以跟他谈。他说：“哦，真能死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先。”哎，盖好了，用16个侦测器去盖南瓜机。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杰克，你们去打架啦！我起出来的，合成现在有两组的钻石，是不是？两组哎，好爽！节目1903，节目1903创造模式。对，因为我在玩任务。哦，什么？对啊，欢迎。节目1903将自己的游戏模式切换为生存模式。啊，装可爱、欸。节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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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什么奇怪，好像什么那个史莱姆的名字。哎，杰克，你人呢？我在上面说了，那是给你有没有？为什么你知道？哎，你是你的什么声音啦？你们干嘛？你在干嘛啦？耶！收起你的口水。怎么会有什么的声音？天哪！对啊，觉得有点 confused， 可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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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可怕，好可怕哦！大型储物箱，大型储物箱，可怕了，合成。我一直在笑音乐那个。给木大型储什么东西？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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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还是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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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？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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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可以打字在那边打给他听。哦，我是来看啊。聊天来。可是要那个那个，他应该先是系统吧？对啊，要开朗读。肚子好痛。好，这样吗？没有，是。哎，对啊，我想听听看，我想听听看，等我一下。我两。好，我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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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咕叽勾给，咕叽勾给，咕叽勾给，白痴，咕叽勾给，完了完了。啊？这样吗？这个会掉了，坏了坏了坏了，笑爆了他，他真的笑爆了，他会念勾给。哦。Okay. 没有听到哎、欸，还会不能呼吸？然后我们就真的闹出人命来了，知道吗？稀土稀什么的，编辑栏，稀土稀，稀稀土土稀稀，稀土稀稀土，这个土稀土稀，就完了。你是在哭吗？哭啊！你是在哭吗？完蛋了！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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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死掉了！别别别别别！赶快捡起来，赶快捡起来，不要掉到地上，捡起来！对，要死不要给它掉到地上，真的捡起来，捡起来！地板脏，捡起来了没有？还没，还没有，快点，快点！今天我要把这人移回来。刚在杀北极熊。好了没？捡起来了没啊？等一下，他也在去捡哎。他捡什么、啊？他去捡。他关冷气啦，他关冷气啦。捡不起来。哇，这太小了。嗯。好喘哦！好吗？你去哪里关冷气啊？跑百米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好吗？
还好吗？冷气很重吗？咕咕咕咕咕，白痴！咕咕咕咕咕，起白痴！不要死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哎呀！咕咕鸡，我没吃鸡，咕叽咕叽咕咕鸡。自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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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这个人应该已经嘿嘿嘿、哦、是哦都结婚了吗没有吧有吧这很久了、欸、没有 要看是什么 时期知道的对啊哪一个很久了、欸、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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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我的妈呀翘翅翘翅没有，只有盔甲子哦。你用那个啊？翘翅没有盔甲子哦，好像没有吧？哇 ，no， 你附到盔甲子的，这么爽啊！我没有，我是斧头，上面有3.8加12%的盔甲，翘翅。斧头上面有可以飞。梦哎、欸，太硬了吧，硬斧，硬。哎呀，这他，嗯，怎么了？贪什么？你要贪什么？嗯，没有，没想贪啊？还贪啊？那我怎么开不开东西？哦，你是不是快断线了？哦，拉面哦！啊啊，我开包包，他还会跟我说合成耶，合成，成，正在加入。我们已经连续三个礼拜都有人。哎、欸，他好吵！我加入游戏还是跟我说正在加入，正在加入，在取消那边还是？超吵！即将抵达。只是不陀螺。爸爸妈妈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买了一个装备箱。不行，再唱个点。大型储物箱。爸爸呢？工具商店。XD 买了工具商店。Sources XD 买工具商店。好吵啊！XD 买工具商店。好吵啊！吵死！买了一个工具商店。我已经关了。哦，你们还撑着哦？我早很早就关了。我觉得好笑。太喜平了。朗读工合成，嗯，好像只有几年，一休和尚不止几年了吧，几十年了吧？很小的时候就看过，有25年以上了吧？比我大了、欸，对啊，一休和尚很久了。一休和尚卡通，查一下是不是？估一下，估一下。1975年10月15日，哦，1975年了，哇，日本吧，日本开始，台湾没有开始，对，现在50几，哎呦呦，台湾播放时间是1995年9月2日开始，到1998年，那这台湾也25年了、欸，哎，对啊，一段时间了。他刚开始我不能出生、欸，好屌、哦，系统超强，哎，这是因为血怎么一点就一点点啊？对，铁巨人呢、欸？对啊，他会不会吃掉方块啊？他会打他，会吃掉方块啊？在哪里？他在家里，他在用所有的打带跑。哎呦！他会回来。他好快！哦，他好快！我要跑起来了！快！哦！啊！砍到！啊！砍到人了！啊！我看到人！哎呀，砍到人了！他血是不是很多啊？砍到人了！不要砍我！不要砍我！我死了！对啊，血好多哦！哇哇，谁？谁在砍？是你！我在原地的啦！我在原地没动，我正在原地没动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是哪一个？哦，他记得，阿基杀的。哎，丢不出来，是我捡到的吗？嗯，没有，在我这里啊。哦，吓死我！
和啊，那个防爆嘞，防爆你要还不要？那防爆是你拿到人到的人哦，是哦，那就不是啊，我说钻石哎，钻石、啊、钻石不在我这，哦没的，钻石钻石、啊嗯、那应该是我可能在我这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然后应该是我啦，吸到啊，那我放这边几个，全服都在这吗？除了酱油，除了酱油以外，除了许愿女神以外都在，许愿女神不是很缺钱吗？怎么不来？他累了，学女的感觉没听到吧？我在吃东西。你啊，杨康，我刚发现了章鱼烧，先回你回复你一颗。夸张，箱子里面还有一个人份、啊。我拿，我的。哦，是真的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啦，我是拿东西跑掉了。那边箱子，这边树箱子，阿纪。欸、你渴望力量吗？你拿的是真的吗？我要用掉了，我要用掉了。哎呦！刚刚那个战场到底是谁在打人呢？我砍到了，我好像有砍到小雨一下。我刚刚只砍到团团而已啦。对对，繁星砍到我啊！我是有砍到小雨一下啦。我退开之后，我看到还是有人在砍人。我刚才被砍了三刀哎、欸。超恐怖的！我从满血被砍到剩一滴，差点被砍死。小雨，让我看看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让你看看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你，那个超恐怖。让我看看。刚刚那一砍，我就少了三颗还是滴血，超死我！稍微很快而已啦。小雨重点是小雨那边喊不要打我不要打我，然后杀人了。不是，我已经退到超后面，我想说那我不要靠近了，我就射箭好了。然后我一拉弓，然后想到我从泱泱跟那个哈纪头中间一个缝隙射进去，哎，刚刚好，然后泱泱就往右边站了一步，然后就死了，然后就中了，五十分喽，还没。对耶，对奖喽，对奖喽。我要放弃这个礼拜的，你要放弃这礼拜、啊？为什么没有钱啊？嗯，对啊，没有赚钱，因为没去挖，而且现在只能领每周的。哦，怎么领那种退休金的感觉？你没有一个真能死哎、欸！你乞丐哦，而且你是强匪哦！我现在只有看到真能死，眼睛会亮。大型储物箱啊，就是要每一个都要七七七七七的哦。七七七七七七！哎呦！护城河底下刚刚有一只苦力怕，它发着绿光。哦，哎呦！哎呦，我带走了哦。它是什么石呢？喜能石。哎，我怎么下来了？因为你踩在按钮上面，我要下来。哦，那我踩在剑柄上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这按钮不改压力板？我问问而已。哪里的？是怕传天堂花吗？怕一直传，因为怕会有人踩到啊，挤到就是有动物踩到什么的哦哦，然后最近的人就被踩上去，对啊，就走，我怎么突然被踩上去啊？我飞上去了，好不好？但我不够远是不是？干嘛飞到我？已经很远了，你跳几队吗？上几队啊？我想再走，哎，有了还是？我想说你要怎么打不跑前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嘛？干嘛？你在讲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安内对待我？像？我马上到处令人财产呐！你在攻杀我天婆啦！他说我又没有拿你的财产呐！哦。所以你在跟谁讲话？跟你们啊？我们啊？我们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八连档啊？哎、欸，八连档很厉害耶！他们的楼梯就跟悬崖一样可怕。成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基本上楼梯跟悬崖一样可怕。对啊，基本上对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他们摔下去可能就会失去记忆啊，或是要住院，然后就不会醒来啦，或者变植物人啊。走侠道就住院啦、啊，头发就是这样。他拉着那个楼梯，不是有那种扶手吗？拉着扶手，救我！你有看过这种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救！白痴哎、欸，拉着扶手救我，我脚好痛。
是什么东西耶？大家手提游戏手柄将自己的游戏模式切换为生存模式。哎、可是手提摔了，应该真的上广告。不是，我看到一只红烟的蜘蛛。红烟，那个力量啊。对，很有效果。啊、我的，没事。等下你终于是要翻了，是不是？差点，他一刚才没用。哦，好险，不然就骂脏话了。真的，你没听到我惊声尖叫，家长好沉，家长好，硬要了，一定有一个脏话这样，对，合成，哎，好累啊，啊，哦，好饱哦，五香，说好累哦，为什么？你可以在上楼上等那个乐透了，笑到累，哦。原来如此，辛苦你了。你就在给我盔甲值啊！盔甲，盔甲值，跑速，盔甲值，哦，烂掉了。盔甲值不好吗？他想要让你硬保护的啊，硬硬的这样，对啊，就不会受伤。他给我三排盔甲，哇，哦、三排，很硬哎，够了哎，对啊，我只知道我穿。只穿裤子，我的盔甲子就满了。哇哦，拿着斧头啦，就满了。超硬，最后一排歪掉。合成，他，你想讲什么？你想讲什么？还是你刚刚其实打嗝？他那里他哎哎哎哎。我不是这款人，你是太冷，我要是自带回去，我不是这款人，真的真的是怪怪的，喝酒怪怪的，对吧？你那是怪怪的，这不怎么了？我才没有喝，我才没有喝，合成。有够呛的，到底呛几点？什么点点点？我在帮他回应。我真的是点点点点点。我真的是点点点点点。对，酱油吃饱就开始嗨了。他没吃饱，所以也很嗨。他没有吃饱也是。我觉得我喝太久，我居然吃几个章鱼烧就饱了。你酒喝太久。哦，酒喝太多了啦，少喝点。对，少喝一点，喝酒伤身啊。开台健康青年不喝酒。大型储物箱。啊？大型储物箱。你说什么？刚刚是给你吸坏吗？大型储物箱。没有，觉得你坏了。稍微的断麦这样，你坏了，你坏了。我没有，我好的。漏斗。嗯，你好的。我还可以实现你的梦想。储物箱。大型储物箱。看来真的坏了。嗯，不需要、我觉得有点可怕。对，留给你的家人。好可怕、好可怕、你怎么这么可怕、可怕、大型储物箱，你们妈太可怕了。快去啊！对啊，大型储物箱跟你的脚踏车说。啊，可以。脚踏车多久了？大型储物箱。好香。他说：“你要不要跟我15说一下？”大型储物箱。哎，这个人业务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超坏的。看远在旁边做坏事。谁啦？大型储物箱。哎，大型储物箱。铺红石。铺红石。想说大型储物箱。大型储物箱。哎呦，往这边走嘞。回了，大型储物箱，我输了，你输了，音乐好开心，很好玩的，大型储物箱，啊哈，哈，他作用到哪？我刚想说他刚在干嘛？大型储物箱，超坏的，大型储物箱，他作用到哪？啊，切掉红石啊，就是他红石多长，大型多远啊？储物箱就会传最近的人进去啊。大型储物箱，大型储物箱。要不然你把它改成小鼠啊？游戏朗读，干什么之后自己会进去？抽奖箱。我要去楼上等，剩2分钟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上去了。坐等，其实到时候放观众席。
楼上是不是也要放一下？哇，酱油也包直排的哎，这卡是团团的。团团，你看幸运六是不是在我这啊？对，这里是要放椅子跟楼下。没有错，还没跟你拿回来。等一下，而且你们看一下那个奖励箱，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凋零风暴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水哦！哎、啊欸，少一张啊，拿铁代替好了。什么鬼？这好像上次的吧，二没人买吧？这个是谁的酸笋啊？里面是上次的，这不会是？哎、欸，有酸笋吗？那拿先拿给我，给我。啊，你在哪？在楼上吗？这里跟换掉的啦，啊谁的？换掉的。对，你刚在哪捡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找包衣，可是我看都没有、啊。我刚不就跟你问你说你身上有没有羊驼的？你没理我。啊、我哎、欸、啊！你在卖包包啊？你在卖包包啊？哎、我没有卖包包，我卖梦想。你卖梦想，卖愿望是不是？哎呦，只要成为上升就有梦想了，你就可以成为蓝宝石，蓝宝石你就可以出国玩。什么鬼？降降临？哎呀，哎，他们演讲真的是这样讲，哎，真的假的？你看降临就很成功啊。哎呦，因为我朋友就叫我去听过，他就会说，你只要跟我一样，你就可以成为下一个蓝宝石还是绿宝石？哦，蓝宝石。好。对啊。你那个。然后他们就说。就是他们常常可以出国玩，然后就是不用做什么就会有钱，那样只要跟客户稍微聊一下天就会有钱之类的。钱？那你要跟他讲说你可以养我吗？反正你每天就有钱、啊，反正你都有钱，就、啊、是在养她老公了。哦、oh. ，老婆了。没有呀，你就问他你有没有梦想？有梦想就养，你养我是个投资。比他更干话这样子。对啊，哎呀、啊，原来真的吗？我要成为绿宝石。对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店，需要你的帮忙，300块就好。傻眼。哇，你们有人还帮那个热透箱摆造型。嗯。哎呦，十点了。而且为什么有个铁定啊？点了，铁定就是为了抽。热透延期开奖了，哎、欸，对，延期开奖，热透没开了。哎呀，延期，是不是太多人买了？热透呢？太多人了，公益跑路了。有了，他赚够钱了，赚够钱了。究竟谁会中奖呢？赚够了钱，谁？送出来哟！40秒也太久了吧？你很急耶、欸，愿望女神！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愿望女神超级！哎呀，没中！哇哇，第一次哇，顺眼了！哇哦，耶！哇啊，这个票房放回去吧，放回去。放那个后头放箱子好了，放箱子。哦，放箱子就好了吗？那反正这边就都没了。对啊，哎，谁把牌子打掉了？哦，是啊、哦，我以为这会留到下一次、欸，这个都每次会充公，充公里面东西会继续充公啊。哦，身上有我的头，所以是留到下一次这样，在我这啦，有我的头，这里啦，你们的头怎么都在我这啊？一颗哦，多一颗啊！啊，酱油你怎么也在这啊？加油！你两颗头，等一下你两颗都在我这啦，过来！我刚想说，我一颗头。你头怎样？欸、怎你怎么在上面啊挖下来啊！挖不到，怎么挖不到？打不到？没人中奖。哇，那这个下一次中奖，下一次中应该很爽，很精彩、哦，真的。对啊。哦，我的梦想就在下礼拜啊！下礼拜就一定要中了。哎呦，嗯，哎呦，大家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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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咻嘿咻，坐坐坐，坐椅子坐椅子，哦，坐椅子，耶，准备下课喽，耶，等我一下，嘿咻，好，老师很忙，很忙的，这个红字这个很难写，我还没写，哦，老师，不要吹，我吃太饱了。你你谁啊？
谁啊？是谁啊？去卖火柴。哎呦，笑。好了，有啊。嗯，好啦，那今天的轻松生存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下课。下课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。我想说，之中有偷偷按一下广告嘛？啊，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没吃到啊。想说，说，哎、欸，要播广告咯，然后就有人说，嗯，然后没吃到，然后有的没的这样子。OK， 啊，反正就是我一直在挖嘛，挖一挖，一直都没有好好布置，所以才想说。就不去挖钻石，就好好在家里挖这个吧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我本来想说前面那边再挖宽一点，挖大一点，然后就可以种那个蘑菇，大蘑菇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喽，拜拜拜拜。再播一次广告，晚安，早点休息。